好，第一个作业就是用英文字哈，你自己去选一个英文字。你们现在看到的是 A，总共有三个 A、B、C。好，A 就是你选一个英文，然后最小5×5公分。好，如果你觉得5×5公分太小，你就比它大。比如说，第一个你的英文字是这个，好，那你就试着把它旋转哈，好，我看就像这个范例一样，试着旋转，好，每个角度都有，这是 A 哈，然后接下来看 B 哈，有，刚刚那是 B 就是从 A 哈，你自己选一个。把它做重复排列，有看到哈？假设是你的 A 啊，B 就是重复排列，好，有重叠啊，有看到有斜的，有组合的，啊，有这种排法，好，你做越多分数就越高哈。那我们再看 C 哈 ，C 就是从 B。啊，选一个你自己选啊。假设你选这个，有啊，这就是我们简称它是你的元件啊。元件呢就复制，有啊，都一长得一模一样，你自己去排列一个图案出来啊。这就是第一周的 A、B、C。